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大家收看《日本优质生活之多啲》这个环节，由稻村不动产开发会社赞助。 Sally 你好。你好。稻村代表 Sally， 我哋过去都讲过关于日本移居嘅计划啦。咁稻村喺大阪都有一啲发展项目啦。咁其实不如讲讲大阪嘅交通啦。虽然好多香港人都去过大阪，但到底譬如稻村所选址开发嘅民宿啦，距离呢個 USJ 即係我哋全名嘅，即係大阪環球片場啦。咁同埋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啊，同埋未來會選址做賭場嘅一個叫做夢洲啦，呢個地方咧，佢嘅交通需時幾耐咁啊？如果你講大阪嘅交通咧，都係四周八達咁，周圍都去到嘅。咁啊至於話離我哋個民宿嗰個項目有幾遠咧，係由關西機場到我哋個民宿項目大概都係半個鐘頭多啲。咁啊，由我哋嗰度去夢洲個賭場，亦都係大概半個鐘頭多啲。咁如果係譬如一般入啲遊客最中意去嘅南波啊、深西橋啊嗰啲，就幾分鐘就到噶啦。咁其實係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咯。咁雖然知道咧，譬如話呢個購買稻村喺大阪發展嘅一啲民宿項目啦，咁可以你哋代為去申請一個叫做經營者嘅簽證，係咪啊？係冇錯，經營者簽證。咁但係如果有個人佢係好啦，我透過你哋買呢個項目，咁我就攞個經營者簽證可以居留啦。但係如果佢又唔中意大阪，佢中意住東京喎，咁可唔可以㗎？可以可以，其實呢、這個經營簽證呢個咧，唔係一定規定你住邊個縣嘅。譬如我中意住北海道又得，住邊度都得嘅。東京又可以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嘅。即係住第二個縣，不過咧就擁有呢啲項目嘅，叫好似社長咁啦，經營住呢啲項目，收住嗰個回報，咁所以佢就選擇去邊度都冇所謂嘅。冇問題嘅嚇。咁但係有一個問題都好重要啦。咁到底如果申請咗呢一種咁樣嘅簽證啦，需要喺日本度享受？必須享受當地的優質生活幾多日呢？係，你真係講得好聽啊，冇錯啦。如果我哋申請咗呢個經營簽證的人咧，佢一定要住滿183日以上的優質生活。係啦，即係話如果佢係即係香港事務繁忙，每年冇辦法騰出183日去享受當地優質生活咧，咁就幾有啲咁嘅疑難嘅喎，可以。可以咁講咯，呢、這個就係你可能係選擇唔係叫做經營移民咯，你可能就唔係唔好諗移民字啦，不如你就先一方面可以做下投資先，投資都有回報噶嘛，咁然後再慢慢諗下你究竟係咪可以放棄香港。去日本去一個咁好嘅地方去生活呢，因人而異啦。有啲朋友可能去日本咧，三個月都嫌玩唔夠，以佢覺得個簽證可以長到起碼要享受183日，咁佢覺得可能係覺得對佢嚟講係理想嘅生活都唔頂嘅喎。咁啊選址個地方啦，仲有一樣想問一問你嘅。咁選址個地方，我所知道咧，同一個區域咧，咁日本好出名嘅度假嘅村啦，叫做星野 Resort 啦，都喺。當區有投資項目嘅係咪咧？冇錯，如果去過日本嘅朋友咧，好多人都會住過星野 Resort 嘅酒店啊，或者係一啲佢嘅度假村啊啲咁樣，佢係好出名嘅，日本係一個好大嘅集團嚟嘅。咁佢哋一向都係只係喺北海道啊、輕井澤啊嗰啲地方先會有一個 Resort 酒店噶嘛，但係佢哋而家都改變咗政策。他哋都會喺大阪，亦都喺我哋嘅民宿項目嘅附近，就買咗個好大嘅地，14,000平方米以上嘅地。咁佢哋會做一個好大型嘅度假村。咁你諗下，一個咁大型嘅咁大嘅機構都會睇中咗大阪嘅地方，所以我覺得投資大阪係唔錯嘅回報咯。好啊。咁啊，今次呢個環節嚟到到時間差唔多啦。咁想知道更加多嘅資訊咧，咁留意。下次的節目啦，好，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